先带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几款 Anna。这个呢是黑色的漆皮，那是做有纹理的，都是牛皮底的。你可以选择就是把它背起来，或者是系在腰间当皮带，都还蛮时髦的。然后啊，这一季的银色也是试选择有纹理的银色，很像是那种席片的饰品，然后是手工锻敲的那种质感，不是一整片亮亮完全没有层次的。那我们这一季很 sharp 啊，很 fashion 的Apple Green， 它也是就是做有纹理的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几款的纹理都不太一样，带大家细细的看啊。黑色的要跟大家说，它配的是很性感的红色哦。然后银色的话，里面是等一下，里面就是银色的。那草绿色的话呢，里面配的是米色的皮革。那我们说皮革都是意大利的牛皮，对，就算是漆皮，它也都是就是牛皮制的。那比较大的这个，我会建议斜背，然后比较不建议就是当成皮带，但我们就是让你妈妈当皮带背起来也很好看呢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稍微高一点点，它166那个比例可以撑得起来。然后这个就是侧背都非常好看，大家背给大家看看。